八月二七中昼，一台对高雄要飞到金门的复兴航空 ATR 型的飞机，伫要下来时阵，片轮的两个胎啊，竟然有一个落去啊！刚才讲另外一个胎啊，挡会掉飞机要下来这个力，同时飞机顶边有65个旅客，加4个机组人员，加在拢是平安无代志。就是执行的复兴航空 ATR 72型飞机，27号中昼12:05，伫金门降落的时阵，头前的两粒链仔竟然有一个当场落落来，一直到飞机停好进前，拢甲客村的迄粒链仔在行。在航程跟落地都是一切是正常的。那当飞机滑进停机坪后，经过地勤人员有告知，我们 P 轮左侧的轮胎有脱落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先通报了航空站，然后我们公司自己也立即处理，并迅速寻获了相关的这个零件。好在飞机最后无代志，顶悬69个人嘛拢平安。航空公司表示，这架飞机有9年的机龄，同型的9架飞机伫即个月21号才做过链仔的检修。但是有民众指出，伫个降落的时阵，飞机弹起来2摆，所以就看到链仔飞出去路面。民航局已经介入调查，但是还阁有零件找无。因为零组件不够不全，还有它上紧的那个螺丝，我们没有找到。还有螺丝上好以后，它应该还有像钢丝再重新再把它绑。这个钢丝也找不到，因为太小了。因为飞机的头前链直接影响到飞机起降的安危，复兴航空已经全面换掉降型飞机的链啊。民航局初步判断可能是金属疲劳，无就是维修的时阵就捡到一挂零件，才会造成链啊落去，还佫需要再调查。记者王家川、民调群高雄报道。